的。当时这些大学生给你一个什么感觉？感觉很幸福，太幸福了，能读过书，你羡慕人，太羡慕，太羡慕，尤其是一些搂着女人的，对对对。是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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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脱社会脱节了，也没上过学，光长时间在车底下趴着，我你们看我，对，再看到人家在大学里搞对象，对，吃着羊肉串，你也感动，对，感动，对啊，但是现在我操，现在你看那些大学生什么状态？纯傻逼，